五位男生拉住五根同心绳，绳子中间悬挂一根毛笔，男生需要共同控制毛笔在白色画布上，画出指定的目标词。五位女生在过程中抢答，率先答出可记一分。五轮之后交换，女生画，男生抢答。那我们要不配合咋整啊？这五个人？那是一定的呀，你有按国画画，像我按抽象派画，肯定不一样。五位男生就位吧。得绷直了，而且得绷直了。你再往我这边来点，折远，再往那边去一点。对，沙蝶像姜太公钓鱼一样。请看第一题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我都没看见。你不用看见了。好，来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搭档，你加油啊！站吗？多站点吧，多站点。他感觉饱含墨水。可以了。点一下。画。咋画呀？先画个笔座啊。先画上面，上面有意思。好。先画上面。对。来画画画。好了，有了呀。上面有了。好，画完了。不是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好，画完了。老鼠。什么老鼠？不是，这完全看不出来是那个。信我一次行不行？信我一次，我绝对让他们猜出来。来，画，不动，就这样，哎，往上，好，过来，这是啥呀？好，哎，也可以，这啥呀？也可以，这是啥呀？哎，什么方向看啊？然后你在上面再弄一个，上边，对，你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吧？他想在这儿再加一根，很简单。不是，在上面再弄一下就有了。你俩到底听谁的？往哪儿弄、啊？在上面再弄一个就有了。你想的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？对，咱们那个年代不就这玩意儿吗？快点的。玉米蜡烛啊，节节高，腊肠。在上面弄一下，你得有一个弧度。这是啥呀？怎么能画出三角来呢？他给拽回去了，我想往这儿走，可简单了，只要画一个竖线就行了。来，那不一样，他说是这个，他跟咱们想的那个不一样，这还看不出来啊？这啥呀？行了，这不是。年糕、棒棒糖。冰棍，对啊，这个不是，这对，你这不是那个东西，棒冰，差一点，画一个竖线就行了，差一点，我知道，冰淇淋，对了，小心加一分，这，但这是冰棍儿。冰棍其实很容易猜，就很近嘛，很简单。请出题。来，哎，你们谁松点劲儿？来，这个不会错，这个不会有第二种选择。哎，这样，我觉得是不是咱们得画一个，先画那个，那个是啥呀？就是先画那个。哦，你懂我意思了吧？可以，先画这个。拉一条出来，先拉一条出来，对，好，然后在底部，然后再画底部，这样，不是你先画完那个你就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别走了，差不多，啥呀？差不多，就是他那个，差不多，那个位置，差不多，就到这东西，可以了，铲子，勺子，银杏叶，扫把。你还得画，还有看不出来。那还有两个，对，你要在上面再画别的东西，要不然真看不出来。两个肯定竖着画一条线，不，你别再往下，那线没有，有没有？横着来，这样，这，对，然后这边再来一个横的，对吧？对吧？对，行，哎，对吧？啊？
这还看这看不出来？对，横的是。你非常熟悉这个。它是两个吗？上面。鼠标。对了。鼠标。对了。对了。好厉害。你知道我说相关不是我，你画只手。画只手。画只手，你是不是明白了？不一定。你想画什么？画一个鼠标垫。我想画一个那个接口啊，接口啊，接口也太难画了吧。请看题。哇哇！我先问一下，这个我们是画画局部？不是不是，俯视的那个会简单一点。妈，三维呢还？你看啊，我说的那个就是这样。你看，再往这儿来一个，对，然后再这样来一个。钢琴，钢琴。对了，这么快？那恭喜乔欣再答对一题。我都不知道。雨熙，多猜啊。嗯。大胆的猜啊！实在没看出来是啥，都怪你，实在没看出来。我真的尽力了，猜到怀疑自己了来，请裁判出题。哎呀啊！哦，这个就又得是平视了。咱不说，咱们平视了。平视的啊。可以了，太长了，太长了吗？太长了就不像了。不是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知道是什么了。香蕉、茄子、碗、鱼、小船。来呀、啊、来，继续画，继续画，画粗一点，对，稍微粗一点。你这跟第一幅有什么差别？再画个那个跟它相关的那个。哎，跟他相关的。这个画的是什么？就跟他相关。相关的是那个吗？对，是那个。嗯、是那个吗？就是那个。嗯、哦。是哪个呀？就是，然后呢？对，就这个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在干什么？哎，回去。往哪儿去啊？什么呢？这什么呀？啊，对了对了对了，这是啥呀？为什么画这个能看出来？嘴唇啊！白鹿回答正确。我发现，就画的越不像，你越能猜出来。好像是，脑洞很大呀。请出题。啊啊！我看一下。来来来。那是很难，侧面吧，还是这个角度，侧面就是平视，平视不用研究角度吧，来吧，我们先画一个那个，哪一个？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你先，哦，不是怎么方了呢？这个，啊，没事，对对，没错没错，没错没错，好好好好好。然后再拿一个那个串，糖葫芦，糖葫芦，棒棒糖，钥匙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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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这个是什么？现在画的是、啊、这个是主，就是那个主体是那个，这个是那个还是那个？这是最重要的那个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啊，不是这个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是需要用是那个的那个的那个，对，那个的那个，对对对对，是吗？对对对，不是最重要的那个。